行，看着啊，咱福达这几个别卷了，啊！拿走，拿走，拿走，往那边摆。啊，李经理，鸽子呢？鸽子呢？让你买那99只鸽子呀？忘了。你怎么能忘呢？赶紧去买去。我都这个时候咱就别要了吗？那能行吗？这都说好了的事儿，赶紧去买去。是，这上我上哪儿去买去？ 后边那个，后边那几个往那边拿，哪有卖鸽子的？干啥？烧烤呀？什么烧烤啊？庆典开始的时候往天上放。天上？啊，那得去信鸽协会借去。那信鸽协会在哪儿啊？在那个镇文化馆。信鸽协会有租鸽子的，赶紧去。不是，哎呀，赶紧去！不是，叫小宋开车啊。 叫小宋，快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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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你们俩把东西放到这边来来。明白说，真不行，这人一多我就紧张，一紧张我就冒汗。那燕玲老说我跟水壶冒样似的，真不行。你越这样越应该锻炼。你说你将来，比如说要当了镇长，那将来这种场合多着呢，是不是？你得锻炼自己，好不好？不是，这都锻炼一下，就三大片子我真整不了。不是你这样，你可以看一眼。 说一下，看一眼，说一下，这都是经验。我跟你说，李东啊，死乞白赖非要当这个主持人，我都没让他当，给你留机会。啊，段。董事长，哎，董事长，哎哎哎，那个老白来电话啊，他问今天酒席摆多少桌？这样，咱们在家里头摆4桌，招待这个贵宾和领导，然后在院子里摆15桌，招待乡亲们。15桌不够吧？你算呢？那演员不算。 就一家来一个不算孩子，那也100多个人呢。那就宽敞的20桌。嗯，那我跟他说了。你交代。啊，牛尾不够了，也得去买去呢。好，好，好，好。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大家晚上好。你这样，哎呀，那明白说啊，那就是就改晚上了，是不是？晚上。 这个我说顺嘴了，就是大家好。哎，儿子，吃饭。哎，妈，我爸呢？你爸上牛棚喂牛去了。老说人老筋头喂的不好，吃啥不好啊？就舍不得俩钱儿，小心眼儿，就这么点儿。你，爸，这回小不了了。只要老筋头说家里急用钱，我给人提前结了仨月的。啊，提前结了？嗯。那好啊，看你爸这回还跟我急个啥？ 来来来，过来吃饭来。妈，昨天晚上吃多了，不吃了，正好大门外公司搞庆典，去帮忙去。哎，你这孩子，燕玲，走吧。我不去，你说啥我都不去。不，那我不是这。你这干啥呀？你说你，我你不去给我挑化妆品去，那我也不会挑啊。不会挑就不会挑呗，挑不好那耽误今天晚上演出咋整啊？ 咋整？咋整也跟我没关系，关我屁事儿啊！哎哎哎，干啥呢？这是都啥时候了还没走呢？他不去啊？为啥呀？你问他。我就跟他开了个小玩笑，我说跟小两口似的，一块进个城里。白叔，你还说是不是？我打死你了！行行行行行，闹着玩的，不带真急眼的啊！就这么点时间了，赶紧走，快点啊！白叔，我告诉你，你给我听清楚了，从今往后你再给我开这种玩笑，我就再也不搭理你了。 嗯，不开了。今天看凤凰的面子，饶你一回啊！哎，等着我吧。你说这个跟他开个玩笑，还整炸庙呢。没事儿，说重点都行啊。你就得有你老膏药的精神。爸，接都接不掉，知道不？莹莹姐，哦，那个有纸巾吗？有，这儿呢，我给你拿啊。哎，你昨天电脑修了？那当然啊，不修那咋好的呀？那你这老膏药啥时候我贴呀？谢谢。哥们儿，先给你打个样看看啊。 哎，那个啥，正好我也去村委会，顺道我帮你拿吧。哎，别走啊你，走啥呀？你看昨天晚上你就走了，我都没来得及感谢你，谢谢啊。我知道你为啥生气，不就是我那文件名写错了吗？我已经改了，这还差不多。我改成我的理想了。
哎，你要不要脸呐？哦，咋不要脸了？那你说你一个大学生这么有文化，你说你偷看人家隐私，这是你该做的行为吗？别离我那么近啊！那我不离你近，你听不着啊？那我离远了，我就得大声嚷嚷了。哎，那个问，不想寒碜了你。寒碜啥呀？这就叫做梦无罪，相思有理，你不懂啊？反正你也看了，我豁出去了我。 哎，那个，邵颖啊，晚上菲菲和乐乐想整一个急的，你看行不行？要是能谈的好也可以啊。啊，那没问题，这俩孩子不一般。云姐，哎呀，要俩人换衣裳了，这衣裳好看哎。你们现在去镇上啊，那快去吧。玲儿，走吧。好。路上小心啊。啊。你说他俩咋不掐了呢？那还能老掐呀？不是，你说他俩不能好上了吧？那肯定好。那个拉倒，徐峰和他敢。那有啥不敢的？你说咱俩当婚女大当嫁，这俩都见见康康的，没啥问题。我。 前排就坐啊，前排就坐。你好，姐姐，请坐，请坐，请坐。哎呀，孙总，这下成挺大呀。那什么，你把这花篮给它卸了。哎呦，嘿，花篮，梁小姐，我看你那样不欢迎啊。不是，这挑衅又是挑衅是吧？酒桌上见。哎，啊，快，请进吧，请进吧，请进吧。哎，赵主任，哎呀，赵主任，哎呀，赵主任，哎呀呀呀呀，赵任长啊，让我转告你。 他临时有一个通知，去参加市里的安全生产紧急工作会，他来不了，他让我转达，对你的歉意。哎呀，那他真有事儿，确实来不了。你们来也好，你们来也好啊。哎，那个，当然，那个，能不能就是你们代表赵省长，代表那个镇政府给我们送两个花篮呢？我掏钱，我掏钱，这好吗？没问题。 好吧，好吧，好吧，那行行，那离里边请，里边请啊，刘秘书，离里边请，里边请。哎呀，哎，这大洋山最高行政长官的位置就是舒服哈。哼，你喜欢啊？你要喜欢的话，你就带着大家发财致富，你也能应聘村主任。 哎，你怎么就知道我没想着带着大家共同致富呀？你呀是挺聪明的，可是你那个聪明才智就是没用在正道上。就像你那发明创造，你那柜子不都挺有意思的吗？昨天我一看，那柜子扑噜噜扑噜噜的，吓我一跳。哎，你这干嘛呢？这办公室，拿下去，那么没素质呢？ 啊，就你们城里人有素质，我们农村人就没素质，是吧？哎，你这口气能不能改一改呀？你太让人接受不了了！你怎么得带上用眼光的往下看人呢？你能不能改一改？你这人有没有意思呀？我指出你一个问题，你就说我高高在上，拿眼眶子看人，你怎么这么自以为是呢？我自以为是？少远啊，其实你刚给我修完电脑，我不应该跟你说这些，但是这些话憋在我心里好久了。 你呀，哎，算了吧，不说了，会上还都等咱们呢，赶紧去吧。别，你还是说吧，你不说你憋在心里，这事儿早晚你也得说，还不如说完了痛快呢，说吧。那好，那我就说说。少颖啊，我知道你有点瞧不起我。 是吧？我也承认你这人挺优秀的，可是优秀不能是你大学生的专利啊！你就算上过大学，有这文凭，你只能说你会考试、会上学，
也不代表你真的优秀啊。你要真优秀的话，那你直接去国务院就得了，你来这镀什么金呢？徐凤国，我从来都没有看不起你的时候，你干嘛老揪着我这镀金的事儿不放呢？我就不能踏踏实实的为大家伙做点事儿吗？可是你现在做的事儿就是在为自己镀金呢，啊，你捞点资本，然后夸，往你那个文凭上，还有往你那个档案上一戳，是吧？这是你想的，我从来都没这么想过。哎呀，还不是你想的。那好，那我就问问你，你真心爱这片土地吗？你真心爱这里的人吗？你愿意扎下根儿来，同甘共苦，跟大家奔小康吗？所以我说你这镀金一点也不委屈你。你现在是人在大洋山，可这心早就飞到别处去了。你总想到两年之后，哎，不知道去哪儿了。所以你现在做什么呢？都是在镀金呢。哎，给我们大洋山做这点事儿，那就是捎带脚的事儿吧。哈。徐凤国，怎么就你那么聪明呢？你钻到我脑子里去看了？你怎么知道我在想什么呀？我都不知道两年以后我要去哪儿，你就能知道。再说了，我凭什么要在大洋山扎根呀？哦，全世界就一个大洋山需要我吗？哎，我再给你纠正一下啊，不是大洋山需要你，是你需要大洋山。你来这儿镀金方便啊？那全国那么多村，你怎么不去别的村呢？全国是有很多乡村，但帮助乡村不只是大学生的义务，是全中国人民的义务，也包括你徐凤国。我再跟你解释一下，我来大洋山是因为我跟这有渊源，我生在这儿，我长在这儿。你也出去打过工吧？你出去打工的时候有想过在那个地方扎根吗？有想过为那里的人奉献一生吗？咱俩可不能比，我是一个打工仔，你是个大学生，你是来这儿当领导的，我是来这儿出来卖苦力的。我出去奉献一生，人家也得要我呀。说到根儿上了吧，咱俩对领导的概念不一样。我身上只是背了一个村官的名分，但我也是来工作的，我不是来当领导的。你知道你身上最可怕的是什么吗？什么呀？你仇视文化。我仇视文化？你至少仇视文凭吧。我知道我什么地方得罪你了，我最得罪你的地方就是我不幸上了大学。但是对不起，我已经上大学了，我不能因为你不高兴，你心里不舒服，我把文凭烧了吧，对吧？我也不能因为你说我是来这儿镀金的，我就两脚插在泥里，在大洋山变成一棵歪脖树，是不是？我也没觉得不好啊。那你就长在我们家院子里啊，然后我天天给你唱《好大一棵树》。你想得美你！哎，我连想的权利也没有了吗？切！喂，哎，好好好，马上到，马上到，好，再见。蓝主任打电话叫咱们去呢，这件事出了门就算结束了，好不好？我还得跟你说一句话，别仇视上过大学的人。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亲朋好友、乡亲们，大家好。我代表福达牛业有限公司向大家的到来表示衷心的感谢和热烈的欢迎。下面我介绍一下今天到场的领导：中共燕山湖镇副书记、镇长邵昌清同志。哎，这个邵镇长啊，突然有点急事儿啊，不能过来了。但是他责成我们张主任代表我们镇政府和他个人送了两个花篮，大家掌声表示感谢。燕山湖镇委办公室主任张红石同志，复新牛业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乔泰安先生，复新牛业集团财务总监梁新小姐，
联生牛业总公司总经理李德伟先生。哎，赶了！现在我宣布，跟着我走。庆典开始。哎呀，哎呀！第一项，鸣放鞭炮。放鸽子。打开门。哎呀，停！怎么飞呀？什么鸽子这是？我去性格协会，人家都没了。这啥啥鸽子？不是性格啊！我在烧烤店高价原来的，要不人都没有。行了，赶紧走，赶紧说。我哪天怎么没起来？静一下啊！下面请福达牛业董事长兼总经理孙福达先生讲话，啊！哎呀，刚才啊发生一个愉快的这么个情况，啊，我们李经理为了配合我们福达牛业成立10周年，每个人发个鸽子，让大家回去烧烤。啊，李经理发完了吧？啊，我发完了。好，收到了。尊敬的燕山湖镇领导，尊敬的各位牛业同仁，先生们、女士们、父老乡亲们。大家上午好。风和日丽，人声鼎沸，花团锦簇，彩球飘扬。今天是我们福达牛业成立10周年的大喜之日，在这个大喜的日子里，请允许我向在座的各位朋友深深的鞠上一躬，谢谢你们对福达牛业的大力支持和慷慨相助。10年来，福达牛业历经了风风雨雨、坎坎坷坷，走过了沟沟坎坎、山山坡坡。我们有失败的。行了，听你爸讲话呢。成功的，20几个人的小公司，一年就挣10来万，有啥可白活？哎呀，你还瞧不起你爸？你凭啥瞧不起你爸呀？啊？就凭他在我这个年纪的时候不如我，所以我到他那个年纪的时候一定比他强。你现在啊，充其量算一立功，一天啊也就70-80块钱，你算算这100万你得赚多少年？一天70。一个月2100，一年25000，10年25万。照这么算，我得干到下辈子去。那你再算算，你自打娘胎出来，你花多少了？小时候没算过呀。啊。最近几年花了10来万吧。学门手艺吧，小子。要不然你也得靠你爹给你攒的钱过日子。吹牛容易，啥都能换来钱，可吹牛换不来钱，还没省力气。哎，你放下。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我代表燕山湖
镇委、镇政府、镇渠动学会、镇养牛办向福达牛业有限公司成立10周年表示最热烈的祝贺。大洋山村是养牛专业村，10年来，福达牛业为村里的养牛事业所做出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在这阳光明媚、风和日丽的6月，你们快点，快点，快点，快点！怎么样，东西买完了吗？快点，快点，快点！我有出大事了，子妍拉肚子了。你说咋整啊？小栓子给他送医院去了。你说这小品缺一人咋办呢？换节目，换什么节目啊？这哪来得及换节目啊？可不咋的，不是他没什么大事吧？大事是没有，肯定是上不了台了。不是，那我们这庆典怎么整啊？春儿，去把菲菲给我叫过来。你这会儿叫他干啥呀？别废话，快去。不是你让菲菲演公主啊？福达公司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地走过来了。刘哥。来来来，来，坐坐。我的鸽子啊，不抢不抢抢，你的。哎，我问你，你知道为啥这次演出不让你演节目吗？因为我笨呗。错，你有多聪明，那只有我知道啊。忽悠。什么叫忽悠啊？对呀。那我不给你安排一个大点的节目，那就不是大材小用了。大节目。对。接着忽悠，不领情。行了，不领情就算了。哎，那就算了。哎，别，是这么回事，子燕拉稀了，那让栓子给扛医院去了，这节目他演不了了。你瞅瞅这，夏表哥，啥意思啊？啊，这不是想给你一个机会吗？嗯。哦，让我顶子燕这角色呀？啊。哎，这求人办事呢，态度要诚恳。那老那么忽悠，谁帮你？不是，大表妹，你看我们其实挺诚恳的。我刚才是啥呢？怕你这词儿太多背不下来。对，词儿老多了，我都背不下来，要不然我都上去演了。那你演呗。我背不下来。他不行，他肯定不行。算了算了，真的不行，算了。也是，你瞅瞅，这还是个孩子呢，你说完了。我看也是，人家子燕那么老半天都没背下来。你看，小屁孩肯定不行。我怎么就不行了？我是科班出身的，我最专业了。你们谁比我专业呀？就那么点小破词，难得住我吗？怎么可能啊？啊，对，来走走。我有事儿。我有事儿。对，这不是我这。我有事儿。我说这话。我有事儿。开门。好。现在我宣布，福达牛业成立10周年庆典圆满成功。请我们的贵宾到后面稍作休息啊。一会儿呢，我们的村小剧团会有精彩的演出啊，还有那个各家留个代表。一会儿呢，福达牛业在这儿宴请大家啊，散会。啊。来，刘先生，张瑞，来，请请请，看一下，来，老师请吃饭，老师请吃饭，请请请，张瑞，来吃吃饭，中午饭我就不吃了，我下午有个会。你别介，你好，谢谢啊，饭不吃了啊，下午真有会议要开着。刘秘书呢也，我得跟张瑞一起走。好，谢谢，要就这是完单据吧啊，完蓝主任送一下啊，好，再见啊，再见，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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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那谁，那个邵颖呢？我不知道啊。啊，邵颖刚才走了，走了。你这么打电话告诉那个邵颖和那个凤果都过来。哎，好，我打电话。快点快点快点啊！哎，老爷子，干啥去？他咋的了？哎呀，这那个那行，赶紧走，还不少领导呢。哎呦，菲菲，你演吧。对呀。哎，来，化妆品怎么样了？都齐了，你看这是粉底、眼线液、眼线笔、眼影，还有卸妆油。哎。咋了，菲菲？你这是？不是，别紧张，没事儿，专业院校的肯定没问题，好吧？啊，一会儿演出了。哎，对了，那个你们现在在这对着词儿，
一会儿要是有电话，你们顺便接一下。来，凤梅果。那个现场领导挺多的，你看着他们对词儿，千万别出错。放心吧。嗯，我先去，你在这看着啊。哎，莹姐，我有话跟你说，你等等我。莹姐。啊？我跟你说件事儿。什么事儿啊？你过来。咋了？你这个。啥事儿啊？你觉得徐凤国这人咋样？哎呀，演出都快开始，你咋问这事儿呢？哎，你跟我说说，我想跟他好，就当个参考意见。哎呀，我对他又不了解，我不好做评价。你就随便说说你对他的感觉，是什么样吧？感觉，你随便说说，你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嗯，他这人鬼点子多，有时候有点淘气。哎呀，我不了解他，我真不好做评价。莹姐，我实话跟你说，我特别喜欢他。你喜欢他？啊，你喜欢他什么呀？什么都喜欢呀。那比如说？比如说，你像他这人特别有意思，他能把一件特别不起眼的事儿变得快乐起来，而且跟他在一块儿从来不会觉得烦。他这个人吧，对事情总有着火一样的热情，他从来不在意别人的看法，一点都不在意。哎呀，你这何止是喜欢他呀，你简直是崇拜他。我就是崇拜他，而且我还知道有别的女孩子喜欢他，但他是我的，谁都别想跟我争。莹姐，咱俩是好姐妹，要是有人喜欢他，你一定第一时间告诉我啊。好。我告诉你，不过我想跟你说，爱情这个东西呢，不是靠争取的，是要靠互相吸引。我跟你说，没事儿，你没发现吗？你就跟秦香莲有大段大段的，剩下的你想想，你一句我一句的，完回头你要是实在不行的话，我一捅你，你不就说了吗？啊？对，大宝刚才在。啊？哎，艾玲。那谁，夏远呢？人家参加宴会了呗。啊？不是，你说我身为一个福达牛业的业务经理，你说我这还搁这对词呢？你这闹挺不闹挺？啊？啊，蓝主任呢？啊，我这不正在搁这儿为咱们公司庆典这个事儿，我在这排练呢，啊，开始了。那我现在，啊，那我回不回都行啊。啊，在。那行，那我跟他说一下呗，啊。这整好，这我还他妈参加都行，我这啥事儿啊？我，大明白点名找你去呢，啊，真是厂里人好做官啊。你帮我跟他说一下，说我不去。你看你这还拿上把了，赶紧去吧，我们公司庆典等着呢。哎呀，你当的是好事儿呢，这是叫我冲锋陷阵去挡枪去呢。那行吧，那交给你了啊。行了，别坑去了，赶紧的。我说两句啊，这个福达牛业啊，磕磕绊绊，连滚带爬，走了十年了，承蒙各位的关照，才走到今天。这走到今天简直是如日中天呐！别，哎呦，我如日中天，如日中天的是乔总和李总，连升牛业，对不对？我跟你们比啊，我是九牛一毛，海水一瓢。好，废话不说了啊，感谢各位捧场光临。
顺祝大家在今后的日子里万事胜意，财源广进。来，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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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杯啊，干了，干了吧，干！响应蓝主任号召，干了，干了！一二三，干！师傅，吃饭了吗？吃过了。来，喝口水歇一会儿。辛苦了，谢谢啊，辛苦了。小颖，你怎么还在这儿啊？那里头都开始了。哎呀，其实我特别饭处不能成。饭处也得去呀，你不是村领导。别坐，你坐，坐。哎，物以类聚，三秦五外。哎，各位，我介绍一下啊，这是我们村主任助理邵颖，大学生村官，掌声，掌声。到这边就坐吧，啊，到这边就坐。哎呀，点啊，我给你介绍一下啊。乔总，大名鼎鼎的乔总啊，你好，父亲刘烨的，你好，董事长，那个大学生是吧？大学生村官，哎呀，啊，你好，你好，李总，连生刘烨，李总，哎，对，那个梁小姐，梁小姐，邵颖，大学生村官，那什么啊，那个。来，老妹儿，我给你倒杯酒。哎，不，我不会喝酒。来吧，哎，一点，乔总，不行，我这不他呀，你就意思，剩下我替你喝。过去没喝过酒，我替他喝，替他喝，多好啊！你这太好了，你这。来，老妹儿，来，那什么。我呢，我祝你这个身体健康，那个青春永驻，那个我先干了啊你。哎呀，好，意思意思。小眼意思。行，我替你。哎呦，这，哎呀，行，好。哎，不行，真不能再喝了。那个大舅，换点饮料吧，喝饮料。饮料，来饮料吧。孙董事长，喝饮料干什么呀？怎么了，孙董事长？今天差酒了啊？酒不差，酒有的是。不是酒有的是酒。快来！不，真不能喝。来，我给你倒点。来，妹妹，我给你倒上。真不能再喝了。这，那个梁小姐，她还真没见她喝过酒呢。喝一杯没事儿。来，喝吧。我替他喝干什么？妹妹，喝吧。行，那我就干了。我敬大家，感谢大家来参加今天福达牛业十周年的庆典，感谢大家。你这酒喝得有点糊涂吧？刚才孙董事长向我们介绍了你，然后乔总又敬了你一杯，你是不是也应该喝一杯敬敬我们呢？来，这喝不了了，不是真的，真的。来吧，我给你倒上。我，这不喝多了吗？故意灌酒的吗？这不是。哎，一会儿咱俩配合着一块儿帮他解围啊。嗯，没问题。董事长，让我替你喝得了，坐下，翘。来，邵助理，酒这东西喝不好喝不倒吗？咱俩今天第一次见面，我敬你一杯，祝你永远漂亮。来，我干了。喝呀，邵助理，喝呀。哎，乔总，哎。那个乔总，我敬您一杯啊！大洋山村欢迎您啊，敬您一杯！干了！你谁呀你？我谁呀？啊，我忘了介绍了，我是大洋山村的会计啊。对，是我们这桌代表是吧？你没看见我跟邵助理正喝酒呢吗？啊，你什么素质啊你？
素质，就你还评说素质俩字儿。哎哎哎，琪姐，哎琪姐，人家梁小姐就挑理了，为啥呢？女士优先嘛，咱应该先敬人梁小姐一杯是吧？来来来来，啊，行，先敬她。我不喝了，喝多了。我替梁小姐喝，来来，不是孙叔，这样就不对了。我们这是一桌人的敬意啊！我说了，喝多了不喝了。哎呀，那看来是梁小姐真是有点过了哈。那行吧，既然人家不给咱面子，咱就回去，是吧？啊，那孙叔，那行好。算什么东西，过来跟我喝酒？哎，不是，你刚才说什么？你给我大点声！我说你算什么东西？哎哎哎！快点，进去，快点，快点，快点！哎，社会，进去，对不起，对不起啊！哎，抱歉，抱歉，快擦擦啊！说他有啥了不起的啊？你说他怎么那么狂啊？小艺，你干什么你啊？你没听见啊？他骂我，他知道我是谁吗？他就骂我。这个村儿除了邵永才，我辈分最大。你跟人家论什么辈分？你跟人家，啊？你坐下。我。所以吧，董事长说话你好听。行，对不起啊，梁小姐，哎，梁小姐，梁小姐，走不走？我赖你哦。小董，你看这点酒，哎，娘，你就让你喝呀。梁小姐，哎哎，梁姨，哎，梁小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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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那个就看我了，好不好？全看我的面子，行不行？这孙总这酒喝的，你说沈阳、北京、上海，咱哪儿没喝过酒？是是是。老乔。我看孙董事长这也不欢迎咱们，赶紧走吧。哎，那个梁小姐，乔总不能走啊！要不欢迎哪能请你们来呢？是不是？是是。那个，我替他给你道歉了，对不起啊。对不起，说孙总啊，你说你们这福达公司什么事儿啊？这家伙不是我那什么呀？这个女的呀，是我远房的一个小姨。你说我说不得骂不得，她主要不是我们公司的员工。他要是公司员工，我立马就把他开了，还别说开，给梁小姐下跪，这不是不可能的，是不是？哎，琪琪，你咋还爆发了呢？爆发了，我就爆发了。你说他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给人家当个破二奶吗？还反了他了。别生气。凤国，把酒给我倒上。倒啥呀？你这都啥时候还喝？哎哎哎，你说，我对你们俩说心里话啊，这么多年是不是除了尊敬就是尊敬的？梁姐，你说大喜的日子，方方面面的人都在，你就给哥哥面子，好不好？行了行了啊，给孙总个面子，是不是？消消气儿啊。嗯。行，孙总，啊，你也这么说了，我给你个面子。哎，今天我就放他一马。不过话又说回来，你必须让邵远当面给我赔礼道歉，要不这事儿还没完。哎，别别别别。跟人家小姑娘有什么事儿啊？你还来劲了是不是？你向着她，你向着我呀你？不不，那个你别，你这样，兰主任，你先请二位进去，完了我咱们先进去，一切都好说啊。梁总，梁总，你们先，乔总，来来来，乔总，来来，你跟人没关系。道歉道歉道歉，凤凰，我跟你说，就今天这点事儿，有什么了不起的呀？我一个人承担，以后有什么后果，我自己扛着。你扛这有啥呀？我还不信了。他能把我咋的？行了，你个样子。行行行行，哎，大伙儿都坐，大伙儿都坐啊，大伙儿都坐。梁小姐，是乔总又回来了啊！来来来来来，告诉你，今天我给孙董事长面子，你什么小姨大姨，我肯定跟你没完。不是，行行行行行，对对对对，给咱们都给孙总面子啊！来来。来来来，我呀，这回这杯酒你们。杨儿，您看，这事儿小姨那边的确做的不对，咱不行，就委屈你一下，给她道个歉，你看好不好？你是个大学生，别跟他们一般见识，是吧？他们什么素质啊？另外，咱真得罪不起他们。我觉得就是邵镇长在这儿，也会同意我们妥协这一步的。这关系到全村百姓的致富问题呀，是不是？我明白了，大舅。
哎，对不起了啊，我来，你俩都不喝啊。嗯。嗯。哎呀，我给梁子姐倒。嗯。哎，好，谢谢啊，谢谢，少喝水。哎，孙总。那个，乔总，梁小姐，刚才真是抱歉啊，给您赔个不是。